天王嫂方圆2017年与姑父陈结婚后育有一个宝贝女儿，日前也成功报喜怀了第二胎。虽然已经到了孕期的第六个月，但这妈妈的身材真的是好到太不科学了。近日有网友在街上捕获野生的姑父陈夫妇，可见方圆绑起高马尾，穿着白色针织衣，搭配迷你裙和长靴，给人青春妹子的感觉。直到看到她那六个月的孕肚紧贴上衣，这才有些孕妈咪的味道。而传言二宝的预产期在六月，日前郭富城出席活动被问到此事，他也语带保留，神秘的说快乐。谈到心境，感性的说，为了家庭会努力当更好的爸爸，工作结束后花时间照顾家人，吃一顿家常菜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听了都让人有想婚的冲动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